还他妈的没分割。怎么切汉堡，汉堡才不会碎掉？其实很简单，一把尺就可以轻松搞定。首先，为了食品卫生，我们必须先用酒精把这个尺给消毒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切汉堡了。根据网友提供的方法，在切的时候完全不用拆包装纸，然后用尺比较尖的一边朝汉堡用力压下，直到碰到底就大功告成。好整齐哦。连八等分都成功了，那接下来我们换比较多层、比较厚的汉堡来试试看。不论是几层汉堡，用尺切下完全不受影响，切口非常平整，也很平均。与用刀切的，还有用手撕开的比起来，真的差很大。把汉堡整个包紧在这个包装纸里面，让它在切的时候不会往外滑动，那这样子我们尺所有的力量就全部可以集中在我们想要切的这个点上。难切的汉堡只用尺就能切得很漂亮，下回民众想与朋友分享汉堡，不妨试试看这个妙招。